那这次呢，交大的这样一个资源呢，帮偏乡的方式主要有两个面向。第一个是呢，会开出很多多元选修的课程，能够透过一个网络的资源，搭配一些线上直播的方式。那同时呢，让参与的老师能够透过这个方式呢，提升自己的能力。那第二个面向是呢，会多一个交大的人才培育计划。那我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呢，能开出很多以网络为主的，首度让同学呢不用透过实体，他用以网络的方式就可以修到这样一个课程。那每个孩子只要他有意愿，就可以得到交大这样的顶尖资源的协助，那能够提升教育的竞争力。我是节目主持人林宏文，更多节目内容请上脸书搜寻交大帮帮忙，交大帮帮忙要帮大家的忙。